您正在收看的是1月25号星期三的经济日历，下面是将要发布的重要新闻纲要。12月瑞士 UBS 消费指标将会首先在上午7点钟发布。由于国内旅游业的增长以及汽车销量的提高，11月该指数有所改善。备受关注的1月德国 IFO 商业景气指数将会在上午9点钟发布。12月份的数据意外上涨，随着贸易、制造业和建筑业均录得增长，该指数达到近3年来的最高水平。接下来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下午2点钟将要发布的是11月美国房价指数。10月份房价持续上涨，但增幅为4个月最小值。备受纽约交易者们关注的新西兰第四季度 CPI 将会在晚间9点45分发布。由于住房费用的上涨，消费物价在第三季度增长超过预期。我是希洛斯塔斯金娜，以上就是星期三的经济日历。在下期节目中，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星期四的相关概述。再见。